起来，别睡了，醒一醒啊！别睡了。要回来，你哥呢？他没回来。他没回来呀，没回来，我再睡一会儿。还睡啥呀？不是，你怎么上这屋睡来了？不是，上这屋咋的？我瞅这屋东西都挺全的呀。可不挺全吗？你不知道这是我屋啊？我知道啊，我不合计你走的屋空下来了吗？这空下来这对房子不好，我暖暖屋啥？你看我哥贴心吗？那个你要没有啥事的话，你就那个别打扰哥睡觉了啊。不是，哎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干啥呀？你起不起来？我怎么再睡？我再问你，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睡觉是吧？哎，哎，你干啥呀？怎么不睡了？你这让我咋睡呀？你这一下我整精神了。你待着吧，我上客厅。又停电了？你关的哦？嗯。你有病啊！我搁这玩的好好的，你上去给我关喽。我觉得咱俩得聊聊了。聊？你干啥呀？没发烧啊。你才发烧了呢。不是你怎的？你回个家给你回变性了。你先别说话啊，我先问你，我不在家这几天你都干啥了？说话呀。你不让我说话吗？那你说我现在说话还不说话？说，你都干啥了？我啥也没干呢，我啥也没干。你在家这几天啥也没干，电费花出去好几百。电费那玩意儿，你们万一你走之前花的呢？那咱俩一起共用的，也不能说我一个人用啊。就这几天的事儿啊。就这几天，我确实我，哎，我知道了。你刚走没两天，那个就供暖那玩意儿就不好使了，然后我就只能开空调，我要不然冷啊，这大冬天的，我开空调开了几天，供暖还好，应该就是那个空调费电。但是啊，就是你放心啊，这个钱我掏了，我给你转过去，你就说多少吧。这也差不多，但是啊，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咱俩以后得节约一点啊。哎呀，节约，节约，节约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房子是你哥的不？嗯，不是你哥的房，你跟我搁那七七八八的啊，还不让我玩游戏，你赶紧把游戏给我，给我。哥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看啊，这房子是我哥的吧？啊，对，是你哥的。那我哥的，他是不是就是我的呀？嗯，对。那我哥的房子他是不是也相当于就是我的呀？嗯，没毛病。那你现在住的我家对吧？对对。那你住的我家，你是不是该听我的话？好像是这么个事儿啊。那不就得啦。嗯，听你。哎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，我感觉哪块就不对呢。有什么不对的呀？你别瞎合计了。那我整会儿游戏。整吧。